听说学生你都能管得住，但就是西西贝贝不好管是吧？你们好，你对魔术失败了。失败了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你们俩怎么那么幸灾乐祸呀？作业写完了没有？写完了。你们俩学习怎么样？也不能问。哎，你们也有不能问。你说学习的我手都痒了。你说魔术我心都碎了。谁长大以后要变魔术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那我在中央电视台等你们啊。